哎，快，吴昕，快过来一下。嗯，我需要你配合一下。我要先知道做什么。你只要出一个手就行。啊，出手啊！大家看一下那个情境啊，就是现在镜头就是你，然后我一睡觉你就给我巴楞醒，就是，不是这样。你这样，你打我的脸颊好吗？你说的。何老师，打。何老师，你看。你说的。你现在就手，哎，对。你要有点感情，我有感情，你躺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啊，想我？想见我？啊，想我，想见我，这样的枕头可以让你更快的梦见我。哎，好油腻啊！海涛，我觉得这个整个是意境非常美，唯一的瑕疵就是我们中间特别清晰的看到，再拍我一下，再拍我一下，再搞一下，拍拍拍拍拍我一下。